把你遇见，爱怎么收敛？对你的喜欢太过于明显，我猜你一定早就发觉。那个晴朗的夜晚，偶遇你的浪漫，难忘的片段。听说炙热的喜欢可以溶解冰川。每天对你说晚安，如果你也习惯，我喜欢你的眼眸。晨晨，是我，你爸，开门的。怎么了？我爸来了。你爸来了？那这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赶紧先躲起来吧。哎，晨晨，晨晨开门的。衣服，给我个屁！那咱微信沟通啊。啊。开了啊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咋才开门呢，闺女啊？嗯。这可心这么能吃呢？哦。工作量实在太大了，所以吃的也比较的多。刚刚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，就又被叫去出差了。呀，一看就点了外卖。行了，爸爸给你带了好吃的。那个爸，你把这些吃的放这儿，就赶紧回去吧。这么晚了，妈在担心你，而且又不安全。这什么话呀，孩子？爸爸刚来就赶我走是吧？我没有。爸爸想你了，陪你住两天。不用陪我住吧，你就跟妈放心吧。你看何家欢的生意那么忙，离何家欢太远了，你去也不方便啊。哎呀，女儿，爸爸干厨师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再说了，也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那帮徒弟们呢也历练历练，对吧？呀，哎呀，这大客厅啊，瞧瞧，呵，这大沙发，哎呀，哎，软和。怎么了，女儿？爸爸来不欢迎啊？欢迎，就是爸，我觉得吧，你看我们两个女孩住这儿，你一个大男人在这儿，真的不方便。而且我们就只有两个卧室，没有你睡的地儿了。哎，有啊，哎，这个沙发就很好，我就睡沙发了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女儿啊，你们两个人住这么大房间浪费了。现在可心要出差了，剩你自己多不安全呢。刚才我在楼下的时候碰见一个彪形大汉，可凶了。不是吧？哎呀，爸爸在，更安全。喂。爸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上厨房啊。厨房在那儿。糊涂了，糊涂了。我把这菜给你热着，有点凉了。以后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别老点那外卖吃，这对身体啊不好。知道了。哎，
手脚勤快点，自己做。爸爸爸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不是不是，去哪儿啊？你先别管这儿了。不是你带我去哪儿？快快，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热菜，一会儿再说呗。走吧走吧。哎，你慢点退伍，慢点慢点慢。姑娘，我坐不住，我还热着菜呢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看咱们父女两个好久都没一起看电影了。是，不是最爱看电影了吗？我是爱看，回头再说。哎，别别别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你最爱看的片子。不是你，你知道我爱看什么电影啊？《霹雳娇娃》。有人来。我来，我来，爸。谁呀？叔叔，你来了。江南，你这么晚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那个朋友聚会，想吃可乐鸡翅，鸡翅没了，我过来拿点儿。他怎么知道你们家冰箱里有鸡翅？猜的。这答案漂亮，江南。哎，叔叔，可乐鸡翅。同学聚会啊，饿了吧？饿了。那坐这吃吧。我就不在这吃了，一堆朋友等着呢。坐下。哎呀，来，这儿吃啊。炒俩菜。哎呦，叔叔，我拿吧。哎，你坐。哎呀，哎，可乐鸡翅啊，吃啊。可乐鸡翅。菜怎么样啊？好吃。我人怎么样？啊？我说我人怎么样？特好。哎呀，那是90年，我呢，为了近距离呢接触你阿姨，我就向学校呢申请了宿管这个职务。当时手里的武器。只有一个手电筒，哪里有黑暗，哪里就有光明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正是应了那句古话呀，再狡猾的狐狸，也斗不过好猎手。叔叔，我不是狐狸，而且您刚才说的那意思，我都懂，您放心。那我就放心了啊。啊，吃吃吃吃吃啊！叔叔，我知道您平时吃饭爱喝两口，我给您拿瓶啤酒啊。哎，坐。那是94年，我从宿管这个职位上退了下来，因为你阿姨也毕业了。你阿姨好吃，也懂得吃，那我呢，我就变着法的给她弄吃的。不有那句话吗？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，得先抓住他的胃。我就变着样的做，从最简单的学起，最后呢，我就到了厨师学校当宿管。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以后啊一定会像您一样，好好精进我的厨艺。没明白。哎，你看我们家程程这双手，
这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啊，你得保护它，呵护它。嗯，啊，哎，你就是不能让它干粗活，你明白了吧？没问题，叔叔，叔叔，这个您放心，这点我肯定做到，你放心。故事讲的差不多了啊，吃啊，吃。好你个许大强啊，你敢挂我电话。哎呀，这孩子这大长腿真厉害啊，这一步顶我四步，我紧刀跟人。好，真好。哎哎哎，那个下次不开车一定陪叔叔多喝两杯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好的，叔叔。哎，走。怎么着，翁婿关系不乐观啊？快别提了，有家不能回。我特别能理解他爹，要是我们家白菜被猪拱了，我也不爽。你还连个白菜都没有呢？哎，你不是表白去了吗？哎，这不是一直没机会吗？本来我都想得好好的，想趁着今天晚饭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可以好好的浪漫一番。谁知道半路他爸杀出来了。哎呦，老姜，我都心疼你。你说就你这脾气吧，遇到喜欢的姑娘，要么磨磨唧唧，要么不说，你可怎么办呀？说的好像你不是单身狗似的。你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哎呦，南哥这么早就到了？你们俩是约好的一块来我这寺庙的吧？我叫他来的，要不然你一个人对着我发牢骚，烦都被你烦死了。我说叫跪着呢，你怎么还不领情啊？哎，我领情。包大人，嗯，你快教教我吧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两天没联系我家可亲了，可他还是不理我，怎么办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哎，你说你们俩人啊，一个为岳父发愁，一个为暗恋对象发愁，我呢？我只能为了这座寺庙发愁。你是不是不喜欢女孩啊？死胖子，你是不是不想搞定于可亲了？行行行行行，我做梦都想。救大哥，大哥，就亲热点。大哥，你快教教我吧。再教。大哥，宝瑞，你这修的什么图啊？太假了吧。嗯，我看看。你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多有质感啊。哎，胖，来来来，你不是学摄影的吗？你看看，哎 ，P 的怎么样？是不是挺好的 ？P 的真好。你看看，你有没有审美啊？有啊。这把南哥都 P 成南姐了。你行你来呀，啊，你可千万别把你南姐 P 成可亲了，知道吗？去。胖，靠你了。糖色是夏天的记号，你的笑声像翻滚的气泡，冷桂的清烟，冰镇的味道，你的手敲开我假装的高傲，这感觉不太妙，我的心烈火烹肉的燃烧，是不是你放了喜欢做材料，每一天因为你变得美妙。太甜了，哦，有真情实感就是不一样，许多城简直可以原地出道了。
朱小胖这个家伙，好几天没给我发信息。江南的新歌真的有初恋的感觉，好像以前的江南回来了，我要回粉了。听歌特地买了一瓶可乐配合使用，他们好甜呀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哎，重量级重量级，乐坛之声评论了，看到没？可乐鸡翅这首歌短短半天就爬上新歌榜前三，一举打破了多年来业界对江南江郎才尽的讽刺。可以啊，哎，铁娘子还给我点了个赞。我说你现在往我这儿跑的频率直线上升了啊。咖啡不错，不请我喝一杯吗？你还真会挑时候，喝吧。行了，别在这瞎琢磨了，想问什么就问吧。那女孩最近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要问她，今天没来，她说下周再打。为什么？她说她有事儿，你找机会得提醒她。这次这伊达拉凤对于神经元退化非常有效果，绝对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。好的。喂，许德成，今天随医生说你没有来打针。我这两天有点忙。打针的话晚两天去也没事吧？程程，我想去看电影，倪金娇还经常带我去的。好，明天陪你去啊。许德成，你是在江南他妈那儿吗？啊。你怎么可以为了别人放弃自己的治疗呢？你不知道神经元死一个就少一个吗？我自己会处理好我自己的事情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你记得必须来医院做检查。老姜，老姜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啊，看不看排行榜，开不开心，兴不兴奋？看了呀，希望这个好事儿能持续下去吧。评论，评论看不看？没了。我跟你说，真情侣就是不一样，那感觉，哎，齁甜齁甜，真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，恶心死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去接许多成。回家吃岳父做的饭。岳父，岳父好，岳父特别好，孺子可教也。可乐鸡翅的反响度啊可高了，你只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，一定又会有新的灵感，创作出更好听的歌。你还在为我爸的事发愁啊？你再忍忍，我一定能尽快想出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我爸呢，就好喝两口，喝没了呀，就你好我好，大家好了。相信我。把家里搞成这样了，这不都是你爱吃的吗？放这儿啊，你吃的也方便。可是，坐呀，站着干嘛呀？这可是江，这是人家房东的奖杯，你怎么能放这上面呢？你这租人家的房子，不能乱碰人家的东西的。哎哎哎，别动啊！啊，
这个压菜坛子正好，不漏气。不行，放回去。别乱动，我得放回去。别动，这好不容易才……叔叔，没事。叔叔喜欢，就让他用。回头我跟房东说。哎，听听，还人江南会说话啊！坐坐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我妈的吧？哎，不是，骚扰电话。哎，你看，我妈找不到你，电话打我这儿来了。许大强，你能耐了是不是？你藏私房钱被轰出家门，你还不回来了？不是妈，爸，你被轰出家门的？你这在我妈眼皮子底下藏私房钱还被发现了？谁藏私房钱了？怎么就藏了呢？江南，咱们都是男人，你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吧？哪个男人出门不带点钱呢？就是他都有个应酬啊，喝点水，请个客，喝杯可乐，星巴克吧。叔叔，你别着急。没着急，再下次藏好点。我藏的可好了。哦。哎，不对呀，你挺有经验的。啊？啊？电话又来了。刚刚谁挂我电话？许大强，是不是你？妈，是我。程程，你爸在你那儿呢吗？我爸不在我这儿。你爸去你那儿，赶紧跟我说 啊。好妈，我爸来了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啊。哎，好了，挂了。给，回去我给你转。爸没白疼你啊，真是我亲闺女。一会儿爸给你做好吃的去啊。嗯。我决定了。不走，我要常住下去，我要常住下去，啊，嗯，一直住下去。那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啊，小样儿，还想挂我？哎，媳妇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我来干嘛呀你啊！你给我起来！等，松手！哎呦妈，你这使多大劲儿！孩子在哪儿？你给我留点面子。你也差不多就得了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担心闺女，但是现在闺女大了，你要相信她，啊！是你把你妈叫来的？嗯，只有我妈能降住我爸，这招最管用。我不是不相信咱姑娘，而是不相信那小子。你看他那样子，贼眉鼠眼那样子，一看就不像好孩子。再说了，你不怕出事儿啊？出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想有什么事儿？不就那个事儿吗？说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你说这两个人，他们贼就这么着。哎呀，得了吧你！你知道我怎么来的吗？你怎么来的？闺女打电话把我叫来的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他真想跟那小子有点事儿，会给我打电话吗？能把我叫来吗？物极必反。我爸，这个鸡呀、啊，做他的时候啊，我少了一条料，我得回家拿去。我物极必反，早点回家。哎妈。你别忘了问清楚我爸私房钱的事啊！放心，舍不得。你爸妈感情真好，你爸还挺可爱的。那我就给你追回来。哎哎，
还是让他走吧。喂，可卿。喂，叔叔刚发微信说让我盯紧江南，不给他机会晚上来家里。那你没穿帮吧？我跟我爸说你出差了。当然没有，我一听这口风就知道他去查岗了。我爸过来住了两天。天哪，那江南岂不是被逐出家门了？哎呀，刚恢复二人世界，不说两句就进屋了。给你准备了汤，记得喝哦。我上午有钢琴课，先去琴行了。又是灵芝炖鸡汤。哇，哎，瑞哥，你吃早饭了吗？没有啊，没人做呀。正好，月子汤，许多城经常啊拍一些什么养生食补视频，总是做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嗯，涝的涝死，旱的旱死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可以。那下次许多城要是再做，我就把你喊来。许多城要是听到夸奖，肯定开心死了。哼哼，嗯。说吧，今天什么安排？你看啊，咱们那可乐鸡翅反响不是不错吗？正好借着热度，咱拍套写真去。拍写真？嗯。我一个人拍？那不然呢？那既然是因为可乐鸡翅反响好而拍，女主角不需要同框？你直接说你想跟许多城拍照不完了吗？你在这立个愣个什么呀？赶紧把汤喝了，我换个衣服咱们就出发。去去去，你说他要早有这觉悟，小杜是不是早解决了？啥？你要拍婚纱照？大家不是想看 MV 男女主撒糖吗？那就撒彻底点。啊？怎么，不行吗？徐老师，店长，学生请假了。请假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这个我也没多问。好，那我明天再来。嗯，另外呢，家长说他想把课都转到张老师那边，可能是上一次过来的时候看到你出现了一点小的失误。不过你别担心，后续我们琴行还会有很多学生加入的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就麻烦店长了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包大人。哎，程程，你那边几点结束啊？已经结束了。啊，那正好，我让小杜接你去吧。江南这边拍几张写真，你过来一块拍两张。啊？姐，忙着呢。有事说事，没事挂了。别那么凶嘛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可亲这两天到底怎么样了？朱林峰，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啊？成天就可亲可亲的，早知道就不应该叫他进来。哎，别。可不能因为我影响可心的工作。你不打扰他就不影响他工作。他这几天一直上班呢？废话，你以为跟你一样啊，天天混日子？他就没有什么异常？你希望他有什么异常啊？跟你一样啊，恋爱脑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那么幼稚好不好？啊，喂，姐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也别老单着了。成天就知道忙工作，工作是重要，但恋爱也要谈啊。大姨那边我能帮你糊弄一时，总不能帮你糊弄一辈子。谁要你帮了？哎，
你还记不记得大姨重金给你算的卦，说你今年有一段从天而降漏意而来的姻缘，一旦错过恐怕就要等下一个甲子了。让我算算啊，你现在多少岁来着？再过60年。朱小胖，瑞哥，你也太会算计了吧！你不能只让牛干活，不让牛吃草啊！想吃什么，你瑞哥请你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，你不能光把南嫂请来，你也把可亲叫来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没叫可亲，就是对你最大的帮助，懂不懂？你都坚持这么多天没见他了。我是好几天没见他了，可是他也不说主动联系联系我。这日子一长，他会不会不见我了？哎呀，哎，兄弟，再忍一忍，你现在上赶着，一切就前功尽弃了，知道吗？南哥，我把嫂子给你带来了。我们怎么来这里了？哎呦，来了！嗨，在这里拍啊？嗯，可乐鸡翅反响效果不错，需要我们拍几组照片。再营销营销，嫂子，一会儿还有婚纱呢，可以随便挑随便选。拍婚纱照？嗯，对呀、啊。你想啊 ，MV 的后期反响特别好，评论都说想看后续。那后续是什么呢？就是王子和公主一起拍婚纱照，开始甜蜜幸福的生活，是不是多？对，对对对对对。不行。许助理、哎，就这么点工作，你总不至于完成不了吧？这么多，好漂亮啊！江南喜欢什么款式呢？蕾丝的，花边的，我到底穿哪种呢？好难选啊！许多成，清醒点，是假的，是假的。不管了。别紧张，假的。你才假。这样还可以吗？分开点，分开点。来来来来，张开点，张开点，看镜头啊！来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怎么觉得俩人站得有点远啊？这不甜呀也，能不能靠近一点？现在流行深色背景，疏离感，少一点表情，这样拍出来更高级。我们要的是磕 CP， 明白吗？尽可能的融合 MV 的剧情。有没有道具呀？往这儿抹点奶油，对吧？来一个甜蜜互吻，或者呀，男生从女生后面搂住腰，对不对？多点互动。太俗气了吧？咱们又不是拍婚纱照。听我的啊，既然要撒糖，咱们就一次性撒到位 ，host 他们，对不对？来，俩人听我号令，来，两个人面对面。哎，手牵手，手牵手，快点！女生那头抬起来，男生头往下。好，深情，再靠近一点。哎，走走。哎，你看看，还不如按照我说的，拍出疏离感，显得高级一点。你说的那种亲密动作，他们根本做不出来，一点 CP 感也没有。才把你遇见，爱怎么收敛？对你的喜欢太过明显，我在你已经早就发觉。我喜欢你的眼眸，
穿越到温柔风景，靠在你身后，牵着你。